现在去哪里？去吃饭呢。啊？去吃饭呢。三门呀，看啥？啊？赶紧快！这里坐这里，我坐后面吧。坐这里。坐这里啊？啊，好吧。现在呢，跟他来到就是吃饭的这里了。你要去吃什么？今天带你去南宁最大的夜市。最大的夜市啊？嗯，平西夜市。大城市的夜市就是不一样啊，好热闹，好多，最大的一条街，听他们说。现在呢，进去看一看，瞧一瞧，两边都是吃的，哇，好迷茫啊，都不知道吃啥了。进来真的是，全部都是美食，而且今晚的人还行吧，不算多，但也不算少，还是挺多的啊，人流量。来南宁啊，就要逛一下当地的夜市，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我之前我在这边待了几天都没有逛过这里，今天呢是第一次来，沾他的光了。因为他有车比较方便嘛，我没有车，所以说都没有出来这里逛。哇，今天终于来这里逛了。这个夜市很大，一望无边呐，找不到头的那一种。怎么不走了，不动了？等你啊。太大了，逛不完是吧？不要走丢了，你跟着我走。你刚才想吃什么？你想吃啥，我就带你去吃什么。哦，反正很多各种各样都很多的。哦，吃榴莲吗？不吃不吃。现在呢，我跟他已经逛到这个夜市这里来了。哇，车又多，人又多。哇，这什么栗子这么大？哇，这个栗子好大。栗子。这个栗子好大。哇，这个栗子好大，栗子这么大，是是这么大一块，等吃完饭回来先。好大好大，多少钱一斤啊？18块钱一斤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逛这么热闹，然后这么大的这个夜市，之前我都没有逛过。嗯，挺大的，不愧是大城市。你也是第一次逛吗？是的。你也是啊，我也是。嗯，跟着我走啊，等一下迷路了。好的，这样被坏人带走了。不会。走后啊，这个有一盘不辣的，你吃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刚才买的这个大的这个栗子，比我的两个就有我的拳头大了。差不多，我尝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不是辣椒的，三杯哦。哇，这个果肉真的是。吃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是他特意给我点的，这个没有辣椒，这个扇贝，还有一盆这个生蚝。走过岁月，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，沧海有多广。好不好吃？来，干一个。干一个。来。干一个。我再来尝一下这个生蚝。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苦又自怜。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哭自己唱，笑与你分享。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路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我身旁，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累也不说累。现在吃饱喝足了，然后逛出去看上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哇，这条街真的是在这里待一个夜，想不胖都难啊。是的，想不胖都难，真的。这些美食太多了。的确的确。你不受诱惑。
一眼望不到桃，人流量好多啊，看到没有？我的妈呀！